是谁在哭啊？我一个人好害怕，放大手。怎么了，浩浩？你有听见谁在哭吗？确实好像有个人在哭。是我。哦，原来是波波呀。波波，你怎么还哭了呀？我来说吧。波波想去大海，可是杜当曼变身潜艇的时候出了意外，波波去不了了。我来看看吧。这个变形潜水艇好像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个可以手动变形，不过我只能变形一个。这也有一个潜水艇，那我来变这个吧。你是要帮忙吗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任务：帮助噜噜、波波让杜当曼成功变身潜水艇。首先呢，收回这个手臂。收回手臂。对，然后把腿合上。浩浩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后盖还能打开呢。孩子在玩变形玩具之前，可以先展示操作，出示成品，激发孩子的动手欲望，让孩子能够边看动作边思考，消化吸收后来进行操作。看，我们的潜水艇就复原啦。浩浩，现在你可以试一下啦。好了，两辆变形车就完成了。杜当曼变身潜艇成功。哇，是潜艇，潜艇，谢谢你们。噜噜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大海，我们来了。可恶，又失败了。哼，你们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杜当曼玩具系列还有更多好玩的玩具，想了解更多关于杜当曼的信息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哟。